尊敬的郑总贤伉俪，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白话解上一节课学习完大毗丘中五位表法的尊者，从尊者教成如如，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那我们要牢记这些尊者的表法，这样对于我们学习这个法门就更有信心，更坚定的依教来奉行，也会对这个法门呢升级难招难预想。后面经文也 提到若闻师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么甚难稀有的机缘我们遇上了，又懂得掌握珍惜呀，那就万修万人去了。那接下来是菩萨的表法，列位的菩萨，接下来经文有提到了，又有普贤菩萨，这是在第十页，大经解第十页下面第二段开头，菩萨位当中普贤菩萨列在第一位，尤其第二品有讲到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第二品是德尊普贤，所以这普贤菩萨的表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师长讲经也提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那我们去体会法界用现在的科技，师长有提到就像看电视你按了哪一个频道，把那个频道接通了其实有好多频道都存在，但是我们是接通哪一个频道。大家看电视都看哪个频道有人摇头就不看电视这是听话的弟子老和尚说他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我们在听老和尚怎么修我们还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老和尚的根性比我们好很多他们那个年代有胎教有三岁以前的教育，而且还在大家族里面锻炼，
从小啊就没有实行了。哦，那像陈德是从小在大都市长大，高雄市啊。物欲的诱惑啊，很多啊。还记得小时候，啊，到百货公司去了。哇，小时候到百货公司啊，能不能练戒定慧啊？练的都是贪嗔痴啊。啊，比方说喜欢这个玩具。父母不给买，由贪心就转成什么嗔恚心，你不给我买我就不走了。你看这个成长背景啊，跟老和尚不能比啊，根性不能比，环境不能比啊，万法因缘所生啊。那讲到这个买玩具啊，诸位当父母当爷爷奶奶的要定得住啊，不要心一软了又给买了。所以我母亲啊在这一点很不简单，她虽然柔和啊，但是很有原则，不该买的不买。反而是我父亲啊给我买了。哎，哦，所以这个教育是合力啊，要一起配合，哦，不然这个小孩的贪欲啊会增长。好，那为什么要分析啊自己啊跟老法师成长的因缘呢？因为老人家先天善根呢就很厚，他成长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都有传统文化。我们从小在大都市，那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很厉害啊。你看老和尚一有时间他就读圣贤书啊，有一次啊在极乐寺，老和尚约了很多他的同学啊，初中高中的同学，我记得当时候聚会啊最年轻的是89岁啊。这一位长者就说了，他说我们一下课啊去打球啊去玩啊，他说老法师呢就去图书馆看书啊。所以老和尚是学而不厌的，啊，那我们自己回想啊，像陈德是一有时间一放假了找什么玩乐的东西啊，哦，这差得很远啊。那我们从这些因缘分析下来，那师长老人家遇到佛法之后，他说了李炳南老师的三个条件呢，不看电视，不看报纸。老和尚有讲啊，你这个世间在染污啊，我有权利不受染污啊。所以《无量寿经》说，贤护等16正士，这16正士也是表法16正式也是表我们整个修学过程要注意的重点。
第一尊就是贤护菩萨，我们要贤护他人，首先要先护谁啊？先护自己啊！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者，无有是处啊！我们自己现在想一想，现在的孩子受什么影响最大？手机是吧？好，那我们现在要护念他怎么办？那自己先放下手机啊，身教者从啊，言教者送，送就是真送啊，吵架了。你说你别玩了，孩子怎么回答？你不也到整天玩吗？假如他在生活学习上啊，一定要用手机的话，那你应该展现什么？怎么用手机来好好学习？来帮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自己陷在这个手机里面，时间精力耗掉不可自拔。是我们来用手机来利益自己，不是变成手机来控制自己的。无有一法，不是佛法。诸位同学啊，手机是不是佛法？你用正确的心态用它，它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啊。我们现在面对的物质世界是极大的丰富啊，你心态不对了，你不只不能好好用它，你都被它给控制住了。手机是我们的一个对镜啊，都要有戒定的功夫啊，要有定力啊。你看物质社会啊，最容易发生的是什么？攀比啊。你看我这只手机 iPhone 第几代了，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呢，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要有共通语言。现在是第几代了？第五代了是吧？哇，阿弥陀佛。你看假如是从第一代开始追的，他换了几部手机了？这种攀比啊，无止境啊，这个活得会很痛苦啊。为什么？人比人啊，气死人啊。其实说实在的，你到了十几代了啊，功能再多啊，你平常用哪些啊？反而越多啊，你的脑子越要注意那些东西，还要学会那些东西。物质过剩了，你看我们住的房子，我们想一想，我们说这个家财万贯的，日食三餐呢，广厦千间呢，你大房子有一千间呢，夜眠六尺啊，古人留这个话有没有味道？横批啊，这个我家的了啊，知足常乐。大家细细想想，他家财万贯，一天也只能吃几餐了？三餐嘛，
是我偏吃六餐，保证他吃出问题来，是吧？你甚至于吃两餐反而身体更好了，当然也不能勉强，有些人就要好，我决定了一天吃一餐，也没 跟自己的脾胃 talk 商量商量，他个性太逞强啊，用在哪了？用在修行上。所以师长说，修行是让我们放下贪嗔痴啊，不是贪嗔痴换对象啊。这句话重要了。这种逞强好胜啊，是要放下的，不是入了佛门在那里增长啊。你念一万二，我偏一万三，我一定超过你。你说这样的心念，能念出清净心吗？念出平等心吗？所有修行的手段呢，都是为了恢复清净平等觉。所以这一个经题啊，我们学习过了。这经题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啊，师长讲经我早上才听了，现在外面的诱惑啊，比起古代啊超过1000倍啊。所以我们呢要很有判断力，很有警觉性，我们的警觉性一失啊，我们可能就随波逐流了。所以再有钱呢，一天就吃几餐呢，吃多了吃出胃病来了。有人说上顿赔下顿赔，应酬太多了，终于赔出胃下垂啊！尤其你还吃宵夜，吃宵夜你就去睡觉了，吃的那些东西都放在胃里不动了，它会发酵，会发臭的。所以吃宵夜的人隔天 一起来，这嘴巴都是苦的、臭的。所以吃宵夜对身体不好，尤其吃宵夜都是比较晚，折腾身体了。我们要道法自然，不能糟蹋身体。尤其修行人从哪里下手？孝亲尊师。孝亲左手术人是什么？孝经教给我们的，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孝之始也啊。尽孝就要从爱护好身体啊开始了。那爱护身体啊，首先对健康影响最大的是睡眠。不能熬夜，新年新希望啊！今年开始啊，要尽好孝道，不熬夜了。最好早上最好晚上啊，10点就睡觉了。你早睡又早起呀，哇，四点多起来，精神特别清朗啊，那时候听经读经修行啊，效果非常好。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早起之后啊，好像一天增加了1-2个小时啊。请问大家，1-2个小时可以念多少声佛啊？每一声真心去念，观无量寿经说的，念一声佛号
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深深唤醒自己啊，就烦恼轻，智慧长，智慧长了，才能处理好家庭事业当中的每件事啊。处理好了，良性循环呢、在处理事当中呢、增长自己的福慧，就有法喜了。那假如是习气做主，恶性循环现在事里面呢，那就烦恼重生了。好，所以我们处在呀、物质极大化的时代，我们要懂得知足不攀比。下面一句，广厦千间，夜眠六尺，他房子再多，他晚上就睡那六尺长的床而已嘛。有没有人说我要炫富啊，我在悉尼有那么多间房间房子啊，所以我十一点啊睡84号啊，一点睡86号啊，半夜三点睡94号你说这个人会睡成什么样子？睡成脑神经衰弱啊，是吧？所以够用就好啊，何必去跟人家攀比？而且啊，你的房间越大越不聚气啊，反而房间小小的聚气啊，对身体好啊，而且好整理啊。房子越大呢，不是人住房子了，房子住人了。我们要给他服务的腰酸背痛了，所以在物质极大化的时代啊，诸位同学，别给自己找麻烦啊。好，这个要自己去参了啊。有啊，你看每一次 supermarket 啊，超级市场打折。尤其还会发传单啊，发到你手上来，开始手有点痒了，是吧？哎呦，都打折了，很便宜呢。你看买一堆东西回去都没用，叠在那里了。所以都要有定力啊，够用就好。那陈德刚刚分析这些外在的环境啊，就是提醒自己，你看我们的诱惑那么多，染污那么多，老和尚所成长的环境没有这些染污之外，遇到的是对日抗战啊，升起的是悲天悯人的胸怀，就想着怎么样利益人民百姓啊。哇，跟自己成长背景，一放假就想着找什么乐子啊。那后来遇到师长学佛了，根性差那么远了，假如老和尚他修行过程他奉行的这些重点我们都不奉行，有没有可能成就啊？就不可能了。老和尚这样的根性，他都奉行这些原则啊。那自己假如不熟了，那就不可能成就了。这样的分析，大家认同吧？对呀，老和尚这样的根性，还要守这些原则哦，才能成就他的道业啊。
所以师长有讲到李炳南老师给他开的三个条件呢，第一个，从今天开始只能听他老人家教诲，一个老师一条路啊，两个老师就两条路了，三个老师就三岔路了，四个老师十字街头啊。所以阿难问释佛吉凶经说，从名师受戒，明白的老师，你依止他。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我们可不能观察错了，那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我们要注意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前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哦，一个老师哦，从文殊菩萨那里得到根本智，我们具体讲清净心，他得根本智了，他一遇其他的境缘了，他就增长厚德智了。但是我们没有根本智，一接触人事物就染污了。所以师长还进一步讲，佛门的规矩得了根本智才能离开老师，这个标准呢，降到最低不能再低的是什么标准？是非善恶邪见利害真伪，面对就能判断，才能离开老师。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每天面对的人事境缘，我们清不清楚啊？会不会搞不清楚啊？会不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做啊？每天面对境界还糊里糊涂的，赶紧要听经了。慧须闻呢，智慧靠闻法明理呀，我们面对境界才懂得判断，懂得分析清楚。所以师长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我们有自知之明了，老和尚都守这个了，我铁定要守才行了。念念不忘师父上人的教诲，我们前面提过了三种根本，有一种根本叫加持的根本，就是上师啊。你念念不忘老和尚教诲，你心中有佛法，你的念头啊就感十方诸佛加持了。十方诸佛是同体大悲啊，生生世世随主于我，大家相信吗？这一句话是《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显安大师点出来的。大家今天进到道场来念佛啊，《无量寿经》上说的，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我们现在是在末法了，正法灭时了，当有众生植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我们今天闻了阿弥陀佛的念佛法门，我们一起共修了，是无量诸佛在加持我们，
我们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又随着我们一生接一生真心的念，就能摄取摄佛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了。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啊，即修即果啊。这么幸运的因缘，离不开诸佛无量诸佛在加持我们。这些真相啊，没有佛经讲，我们想不到的。所以真依教奉行，老实念佛，都能感受到佛菩萨在加持我们。当然感受到了，不能执着。那个只是提醒我们分秒必争，称名即是遇光时来。我们一称名，佛光助照啊，珍重此时莫空过。为什么要珍重这个时刻啊？因为无量光寿如来世尊呢，这个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光明普照十方世界，众生有缘遇施光者，称名就是遇光的时候啊。众生有缘遇施光者，垢灭善生，身意柔软。刚刚大家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身意柔软啊？啊，所有疾苦莫不休止啊，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啊，如是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啊！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以真正感受到了，不浪费时间了。但是不执不着相啊，一着相就麻烦了。佛法就是教我们别执着，有什么锐相不放在心上，一执成病，这个要谨慎的。那我们提到了加持的根本是自己的老师。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要进入这几位大菩萨表法的学习，那我要记住，老和尚说了，菩萨表修德，佛表性德。那菩萨表修德啊，就是告诉我们要照这样子去修。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不能提起的念头是，哎呀，那是菩萨了，我不可能了。那这样听呢，越听越分别，越执着了。菩萨的修德啊，是我们要照着修的。有一个故事讲到了，有一群鸭子啊，去跟老鹰学飞呀，他们也挺难得的，也挺希望向上提升，结果学了一整天呢，一早就起来啊，去跟老鹰学飞了，学了一整天了，傍晚了，要回家了，跟老鹰告谢呀。最后啊，这一群鸭子就走回去了。大家听懂这个故事没有？一整天学什么？飞呀，最后呢，走回去了。我们
不能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激动，回去之后不动。解行要相应，所以学而时习之。这个习大家看着羽毛有没有，正体字的习啊，上面一个羽啊，你看那个小鸟学飞啊，那个羽两只翅膀举起来啊，那白白的肚子就露出来了，叫勤加练习啊，才学得成呢。不能纸上谈兵啊。所以我们听完老和尚讲经了，就要将他教的去练习了，去落实。所以师长在讲经当中常常提到四大菩萨的表法，那就是希望我们照着四大菩萨去做。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的，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我们今天要到极乐世界，频道要接上去啊，所以那个按钮要按普贤菩萨的频道啊，叫48号是吧？48愿，普贤十愿再展开就是48愿了。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要对照普贤行啊，这是我们学啊，今天又有普贤菩萨，我们学这一段经文的目的啊，也是学德尊普贤第二品的目的啊，不是学完了我还是我，普贤菩萨还是普贤菩萨，就好像鸭子学飞最后还是走回去了。我们从此刻开始以普贤行，那普贤菩萨会加持我们，老和尚随时会加持我们，因为老和尚是专攻华严，老和尚一生的行仪啊，这华严经的落实啊，你看他老人家世事无碍啊，全世界最棘手的问题，宗教跟宗教，他老人家用很短的时间，在新加坡把九大宗教团结起来了，在图文巴啊，宗教更多了，团结的很好啊，我们看到。去年这些宗教领袖啊，给老和尚做追思会啊，每一个人都感念老和尚的教导，尤其感念老和尚的行仪，给他人生的感动，看到老和尚很恭敬很谦虚啊，有这个基督教的长老啊，两个长老他们本来啊不相往来的，后来遇到老和尚之后啊，他们互动得很好了。本来他们的宗教之间不相往来啊，遇到老和尚，可能老和尚跟他们讲了个故事啊，因为老和尚到了日本了啊，结果到了日本啊，日本净土宗啊，好几个道场负责人都来迎接，结果他们日本的同修就说，这可以记在日本的佛教历史了，他们好一段时间没有往来了，为什么他们都来了呢？因为老和尚用四摄法用得好啊，四摄法第一布施啊，
请客送礼啊。第二爱语，第三例行，老和尚也是爱语啊，赞叹他们的经典，赞叹他们的宗教啊。例行，他们宗教有困难，老和尚尽力帮他们啊。同事，老和尚以身作则，带动他们宗教回归经典，宗教互相学习，都是做给他们看的。老和尚都是威仪住持，有则德啊，以身作则啊，跟其他宗教谈话真诚柔和，柔和直直，摄身德啊。所以这个长老啊，跑香港啊，蛮远的，回来啊，分享他的感受啊。他说去亲近 老和尚啊，就觉得回来之后有一种动力啊，很想成为他这样的人。摄受众灯众生，这种慈悲摄受力啊，把人的善根使命感带动起来了。所以师长是学华严的，华严经所教的都没有离开普贤十愿的落实。那我们有老和尚给我们教导，又有老和尚的身教给我们表演，那我们就要越学他老人家，向他老人家学习，越学越像。那我们有这个志气去效法老和尚，随时加持我们。老和尚现在是入法身了，清净法身了，遍一切处啊。所以很多同修老和尚圆寂啊，哇，伤心的呢，哭的都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样的心情啊，可以理解。这样的人呢，很重情义，很难得了，在世间呢，对自己的老师情义这么重啊，也是挺难得的。无情不能修道啊，情不空不能正道啊。情义啊，在世间是可贵的。但是我们要出离生死啊，那这个情义也得转成情觉，觉悟了啊，把对老和尚这份情义转成什么？以师智为己智啊，将老人家的一代实教利益，更利益当前跟后世。那老和尚在极乐世界啊，对着这个弟子，善哉善哉啊，正合我意啊，正合我心呐、就像佛涅槃之后，这些1255这些大比丘尽力啊，向各地啊，弘扬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了。所以不能用情执啊，无量寿经也是提醒我们了，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把它一转呢，就是一种
跟自己的师长同台演出的愿力了。好，好，我们学接下来这些菩萨，就是当下去效法他们。大家假如在效法的过程呢，觉得很难，有哪些情况啊，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同参道友啊，可以如切如磋啊，如琢如磨。而且我们有信心，有佛法就有办法。有老和尚的经教，老和尚讲的圆满，做的圆满，都能解决。我们看黄老注解，菩萨他的全称呢，应该是摩诃菩提直地萨埵。摩诃翻成大，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摩诃是大。菩提呀，翻道。直地是心，萨埵啊是众生，或友情，所以这一个名号啊，这个菩萨啊，这个梵语这个名号全翻过来啊，就是大道心众生，简称为啊菩提萨埵。那菩提啊是觉悟。所以含义啊，就是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众生呢。佛所证的是觉，大觉的境界啊。无明还没有净啊，就叫做有情。无明全部净了，这是佛的境界啊。那这个菩萨呢，是要使有情的觉悟啊，让有情众生呢、啊、都觉悟，都同于佛啊，这就是觉有情，这就是菩萨。我们看地上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他的愿希望众生成佛，这个是要使有情的觉悟都同于佛，看到众生迷惑颠倒，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就帮助他们。所以觉有情就是菩萨两个字的含义。为什么菩萨称为大道心众生呢？接下来引祖师的注解，清凉大师清凉疏，清凉是国师啊，他修道皇帝都非常尊重他，成为国师，是华严宗和净土宗的祖师。清凉大师进一步诠释说，菩萨有四种大，大道心啊，这个大字呢，菩萨有四种大。第一，愿大，有大志愿，求大菩提，他的愿呢，就是要恢复自性，要做佛。这让我们想到了六祖大师
到黄梅啊去拜见五祖。五祖见到他就问他，你来做什么？五祖怎么说？六祖怎么说？我来求做佛。你看，求大菩提啊。那我们看，我们学无量寿经啊，以谁为榜样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愿不只是要成佛了，阿弥陀佛发的愿是什么？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啊。哇，这个愿大，我的佛土啊要超过一切诸佛。做不做得到？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国啊，何愿不得。诸位同修啊，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入我们的心啊？这一段经文入了我们的心啊，我们就不会退缩了。你不退，境界是动不了你的。境界没有障碍啊，障碍在我们内心的没信心啊，退缩啊，在我们内心的分别执着，那个才是障碍啊。我们举的例子其实都提醒我们，境界没有障碍啊。忍辱仙人遇到割力乔成儒的前身割力王，障碍他了吗？不止没有障碍，让他快速提升了。所以我们不管面对什么境缘，尤其逆境恶缘呢，我们能用真心善用其心，它不止障碍不了我们，我们还能在这个境缘当中积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你看忍辱仙人这个榜样功德多大，我们后世的人一看到他这个榜样，哎呀，我现在这个芝麻蒜皮啊，算不了什么事啊！我们这个心态提起来，这个逆境恶缘呢，很可能就跨过去了。好，所以华严强调世事无碍呀，我们也要在境界当中自己去体会啊，去用功啊。而且俗话也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学到了这种愿呢，还要学到阿弥陀佛他怎么去实现他的愿的啊。他恭恭敬敬的跟老师求法，老师把所有法界里面的国度全部现在他面前。他取所有佛土之长，舍所有佛土之短，取长补短，那当然他所成就的就是超过一切诸佛了嘛。哎，阿弥陀佛的这个榜样啊，可不可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啊？可以哦。哎，我们身边那么多修行的人啊，甚至于是亲戚朋友，哎，人家还没有学佛，不见得修养比我们差哦。为什么佛门说不轻后学？哎，人家才刚到佛门来，我们怎么知道人家过去生的根性啊，积累啊，我们不能这个慢心很容易起来。看到人家刚进来，我都学20年了，他才刚来，关心围绕啊，这个念头就有慢了、
啊，比方说吃素，跟人家一聊，哎呀，我吃素都35年了，这种口气啊，就有炫耀的味道了。关心为要啊，这个世间呢，最可悲的事啊，不是被别人卖了，被别人卖了是消业障啊。最可悲的是什么？自己被自己给出卖了，耽误了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哦，所以夏莲老提醒我们，首先打破自欺一关呢、啊，不自欺呀、啊，就要观心为要，观自己的起心动念了、啊。从根本修啊、哦、有一部电影啊介绍给大家啊，是尔东升先生演的那个《达摩祖师传》，大家看过吗？哦、看过可以多看几遍、哦、跟听经一样啊，现在听一次不够啊，你看这种用佛教的这些教诲拍的片子，你看第一遍，哎，挺好的。第二遍，哎，我怎么第一遍看没有注意到这么多重点呢？你再看第三遍，还有漏掉的呢。越看越有味道，越深越广，因为它是影像啊，容易提醒自己。所以老和尚曾经啊，我们马来西亚一位赖居士啊，他父亲留下来的遗产，他很孝顺，帮他父亲做功德。老和尚拿来拍了《了凡四训》呢，拍了《于净义工》《与赵神记》，现在人喜欢看看这种戏剧啊，所以以前不识字的人都懂啊，这个。忠孝节义，为什么？看戏剧的。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看电视、看电影哦。以前的戏剧啊，不是忠孝节义不演啊，现在杀盗淫妄演太多了。哦，这个就要远离这些染缘哦。哦，那好的片子。当然可以拿来学习，看过的同学不知道记不记得，其中有一段，四个人呢进去坐禅，禅房坐禅了，后来达摩祖师也跟他们进去坐了，结果到夜里了，四个人坐，其中有一个打瞌睡了，打瞌睡打得太厉害了，那个头晃的呢，他醒了，自己打瞌睡晃醒了、哦、然后就看到呢其他的人在打瞌睡啊，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打瞌睡打瞌睡，其实自己是打瞌睡醒的，都向外看呢、啊。啊，他看着别人呢，突然呢一阵风吹进来了，这风一吹啊，油灯灭了，他马上就啊，油灯灭了。第二个人说，你怎么说话？第三个人说，我们不能说话。第四个人说，哎，只有我没说话。你看他修到相上去了啊，这个时候啊，达摩祖师拿了一个瓦片呢，在那桌上磨啊磨啊。他们一看，大师你在做什么？大师说：“你们在做什么？”他们说：“我们在坐禅成佛啊。”大师说：“我在磨瓦成镜啊。”啊，他们一听，磨瓦怎么成镜啊？大师说。那你们坐禅岂能成佛啊？你们只知道坐禅，不知道为什么坐禅呢？
就不能见大道了，都着在相上了，不能见大道啊！他们问了，那怎么样才能见大道呢？从根本修。他们问，什么是根本呢？心是根本，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所以是心去做佛啊。我们要用真心去做佛，不能用妄心。所以佛49年所讲的经教，从理上就是教我们舍妄归真，懂得用真心；从事上就是指导我们因果啊。多复杂吧，佛在理上指导我们舍妄归真，用真心；事上指导我们不离因果两个字。你在一切境界当中啊，你能看得清因缘果，你就不糊涂了。哎，缘分到了没有，当讲不当讲，应对进退啊，你心里有数了。而知道用正心啊，依报才会随着正报转，就不会用妄了，不能用自私自利啊，不能用贪嗔痴慢了。所以我们这里讲到愿要大了，那自己要勇于发愿呢，誓弘誓愿呢。菩提心是我们本有的，不是外面求来的。所以老和尚为什么体谅我们家庭工作比较忙啊，给我们定的早课第6品，晚课32到37品，这有含义的。早上出门前做早课，念48愿，以阿弥陀佛的心呢为自己的心呢。做早课可不能做成形式了，每次念，哎呀，快念完了，快念完了。老和尚还提醒我们，这个做早晚课不要早上骗佛菩萨一次，晚上又变佛菩萨一次，不要变成交作业的心态了，要把48愿念到心里去，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以无量寿经啊为人生的剧本呢，行同阿弥陀佛，这个是落实啊，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跟阿弥陀佛越来越心心相应。所以是心去做佛啊，我们不能自欺啊，自己的心，尤其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慎独的功夫啊，不能有邪念妄念啊，要提起佛号啊，与人相处呢，哎，提起普贤行。好，那这个愿大，就是要做佛。我们呢，往生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就当生成就了。所以，藕益大师说，发求生净土的心呢，就是菩提心。所以大家很坚定的要求生净土。这个就跟愿大相应了。劝发菩提心文里面也提到哦，菩提心必有因缘方能发起啊。
其中有一个缘，就是念求生净土，我愿生净土，菩提心，愿离娑婆，我念生死苦，哎呀，这个轮回啊，搞烦了，不想再搞了，我不想再做随波逐浪的人了，不想再搞轮回了，咬紧牙关，此生我要证无量寿了。这个念生死苦啊，愿离娑婆也是菩提心。第二呢，行大啊，要广利众生。哦，你看我们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正己才能化人，要自度才能度人，要用自己的明明德啊去清明，就是我们懂得自爱了，我们才能去爱人呢。我们自己每天烦恼丛生，怎么去爱对方啊？哦，而且这里讲广利众生呢，这个广就是没有分别。有缘我们就尽力，所以佛门讲冤亲平等，把冤排前面去了，在这里练平等心，那我们就跟这一部经相应了，清净平等觉。第三呢，十大可以经过无量无数大劫来度化众生，没有疲劳与厌倦。孔子给我们的榜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学习跟教化众生没有疲厌。我们看佛门，我们讲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行愿品，他的幕后啊，眉愿的幕后，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十大的精神。第一个礼敬诸佛啊，幕后讲到啊，虚空界境，我理乃净，以虚空界不可净故，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净。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净无有穷尽。念念相续，不止他时间很长哦，而且他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哇，我们念到普贤菩萨这个心境，这是谈到礼敬。第二，称赞如来。经文上说的，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净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我的赞叹乃尽了。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他每一愿都是这样，生与意啊没有疲厌。我们现在要学普贤菩萨，四大菩萨表修德，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啊，普贤菩萨那是菩萨的顶法了，普贤王啊。那
我们以菩萨为目标啊，一对照啊，我什么时候啊帮助别人有厌烦了、啊哎、有那种不愿意干了、啊、就提醒自己，嗯，我要学普贤菩萨啊，要把这个不耐烦疲倦啊，这个要放下啊。当然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的啊。其实啊，人的心累比较累啊，你假如做得很欢喜啊，哪怕工作量大一点呢，身累心不累，好好睡一觉啊，明天又神采奕奕了。但是假如呢，做着做着有点不愿意做了，你越做越累了。其实啊，真正去体会啊，我们在因缘当中去帮别人的时候啊，自他不恶啊。就像教学的人很用心啊，教学相长啊，甚至于他会感谢学生，让他有机会去付出，去福慧增长，去提高自己的境界啊，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啊，付出。没有留在心上，三轮体空啊，不止付出没有留在心上，感恩心不断增长，哇，谢谢这个因缘呢、啊，给我学习啊，给我启发啊，有一部片子，哎，我今天怎么介绍电影啊？哦，这哦，这个都是很值得看的啊、哦！啊，我再请这个郑总啊，这个好人做到底啊，你们也不用找了，我给你们送来啊！啊，因为呢，我说要吃胖一点呢，已经好几年跳票了，我得多修些福报才胖得起来。啊，这个胖啊，不是打肿脸的胖啊。得从根本修啊，啊，这个心，这个心广体盘呢、啊，这心量要大，多去服务人，啊，就有福报了。有福报啊，这个双下巴说不定有一天会实现。哦，而且这个海贤老和尚。啊，又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的。他说：“要做和尚啊，先做婆娘啊。”这个话有味道啊、哦。哎，你出了家不是让人家服务的，出了家是代表佛菩萨去照顾众生的。先做婆娘，因为婆娘考虑是很周到、很细致啊。哦，所以你看一般夫妻也是配合啊，男人抓大方向啊，女人呢可以顾到很多细节处啊，人情啊，这些女人比较能啊关注到啊。好，哦，那这个因为有个骗子啊，医道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啊，所以代表啊，菩萨在哪个行业，各行各业都有啊。五十三参里面有一个菩萨叫大商主，代表什么？商业界的菩萨啊，我们这个世间就出现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商业界的菩萨，
稻盛和夫。你看他化腐朽为神奇啊，那个日本航空倒闭了，他花了400多天，424天嘛，转亏为盈啊，破产的公司变成营运了1000多亿盈余啊，1800多亿啊，用的就是佛法。人家请教他你怎么能够办到，刚好是中国人问他的，他说跟你们的祖宗学的。你看稻盛和夫不忘本啊，知道这个是中国的古圣先贤儒释道的圣人教的。菩萨在人间呢，各行各业都有啊，不能轻慢啊。还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那做苦工啊，人家车子陷到泥沼里面了，帮人家拖起来啊，造桥铺路啊，所以有一些人家不肯干的，有可能是菩萨去干哦，不能轻慢任何人哦。轻慢菩萨这个罪业很重哦，可是我们还没学佛以前呢，或多或少有这种习气哦。我们闽南话说跨管不跨给呀，就是产妇交平，对领导讲话是一个样子，对下属讲话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以前我记得这个都是18年前的事情了。哇，见到一个领导者啊，跟我讲话轻声细语啊，突然有一个下属进来，一回头啊骂人了，害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刚刚对我的轻声细语是真的还是假？这跟四川那个变脸一样，咔一下子就另外一张脸就出现了。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实愿第一个是什么？礼敬诸佛啊，更何况啊我们这些大菩萨们表演的很慈悲点化我们。像我们现在讲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在古代视线在厨房帮忙啊，寒山拾得啊，就是文殊普贤了。那尤其夏天在厨房，哇，大汗淋漓啊，不辞劳苦，还干得很欢喜，在那里视线呢。所以不能轻慢任何人。好像前几天还跟大家提到了白方礼老先生啊，是吧？没有地位啊，年纪那么大了，那菩萨心肠呢，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啊，70几岁了开始踩三轮车，踩了10几年，踩到90多岁啊，绕赤道18圈呢，赚了几十万呢，帮助了几百个学生呢，能轻慢吗？轻慢的罪过就太大了。所以从今天开始下个决心，对任何人的恭敬礼敬诸佛，每个众生都有佛性的。所以师长老人家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说到了，他老人家提到礼敬诸佛啊，广修供养
这个广就平等的供养了。所以师长说了，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老和尚把他修行的心境怎么用功啊，和盘托出给我们了。老人家心目当中一切众生是阿弥陀佛，他礼敬一切众生。我们能听到老和尚这段法语啊，也是我们的福报哦。怎么珍惜这个福报？从此刻开始，依师长这一段法语来对待一切众生，哇，那就得大利益了。你连看到蜜蜂、蚂蚁，你都把它当佛一样恭敬，给他皈依，劝他求生净土。哇，那我们这样的心念，那一天所接触的人众生啊，我们都是用这种心啊，那一天就积累无量的功德了。善用其心，则能成就殊胜功德啊，这个是华严经净行品里面提到的。善用心啊，菩萨见一切境界都是大愿行。比方菩萨爬山呢，上台阶呀，若身高路，像大家去爬蓝山啊，要上阶呀。菩萨爬山什么心情？当愿众生心无怯懦，众生行道不要退却，不要软弱，心无怯懦，永出三界，祝福一切众生。他自己在登山的时候，他的心境当愿一切众生，祝福一切众生，这一生都了脱三界生死轮回，出离轮回。所以他就是这种当愿众生，祝福一切众生的大愿心，起个念头，说个话，做个事，功德都很大。好，那这个商道啊，就是他们韩国一位医生，真人真事啊，叫许俊啊，他怎么行医的啊，包含他学习过程呢，也都很启发人。他有谈到一段话，说到啊，他今天治一个病人，比方说这个病人命在旦夕，他把他救活了，他看起来是我在帮这个病人，事实上是每个病人呢唤醒我的慈悲心呢。所以利人一定利己的哦，所以这里提到行大识大，这个四大当中都是要广利有情，不疲不厌的，其实就是在众生呢，让自己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呢，把自我放下了，把自私自利放下了，把耐烦呢提起来了，
把恒心毅力提起来了，不都是他们在成就自己吗？所以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到恒顺众生呢，应有众生呢而起大悲呀、啊，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呀、啊。所以菩提属于众生呢、啊。佛菩萨为什么成佛了？因为众生的苦难呢、啊，让他的大悲心发出来了，成就菩提果。曾经呢，当然陈德还做得不好，刚好有同学问说陈德走在这个弘扬文化的路，怎么能不退呀、啊、当然做得还很不够啊，我当时候就有一个影像浮现出来，我就跟同仁讲了，我说你假如被、啊、几个老人给你跪过、啊、你就不会懈怠了。在05年呢、啊，05年中，陈德刚好到庐江啊讲课啊，走在路上遇到三个老人家。一见到我，三个扑通就跪下去了，把我吓坏了。我赶快把他们扶起来。他说：“蔡老师啊，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去给我们那些幼儿园老师上上课啊，他们是幼儿园退休的老师啊。”他说：“这些年轻老师啊，要学传统文化。”他才会好好去教书，去爱这些孩子，不然他们假如攀比了，他们假如还接受送礼啊，这些孩子好可怜啊。哇，你看这三位都已经退休的老师了，都是念念想着这些孩子们呢。哇，那是那个情境给自己的触动很大，这也让我们感觉到，你看这些孩子很需要传统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父母老师啊，他们懂了，他们才懂得怎么去栽培孩子啊。所以师长常常讲《礼记》《学记》的一句话：“建国君明，教学为先”啊。所以我们要广利众生呢。不疲不厌的，我们真正体会到现在众生需要正法10万火急，你看一天当中有多少人想不开寻短，他假如今天遇到佛法，遇到孝道，他可能就不会走上绝路了。现在忧郁症的人很多啊，自杀率攀高了，几秒钟就有人寻短了。所以我们在普贤菩萨这里学习到大道心凡夫啊，要觉有情啊，觉悟有情众生呢、啊，这里面四大让我们联想到啊，我们眼前所处的社会情况啊，只要不闻正法，很可能心有千千结啊。人生过程呢，太多事想不通了，想不通啊，放在心上啊，会痛苦的，而且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啊，慢慢慢慢，它就会比较消极了，那个负面情绪一积到最后会爆发的，
所以我们要关心亲戚朋友啊，他笑容减少了，哎，喂猪树类做不请之友啊，找他泡泡茶聊聊天，喝咖啡也行。哦，每个人嗜好不一样，恒顺众生。哎，中国这个茶道啊，也是有它的意境。哦，你看亲戚朋友一谈话，来来来，坐着，我跟你聊一下，感觉神经都有点没放松，是吧？来来来，喝杯茶。哦，那茶一喝下去，茶又很香，一闻，身体放松了。哦，当然一开始聊什么？关心对方的身体，关心他的家庭，关心他的事业。哦，我们有同学问了，哎，那些亲戚朋友没学佛要聊什么啊？你只要先关心了，一聊开来就知道他现在的状况，他最需要的。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啊。那个欲啊，是他现在最需要的。我们面对大众的时候啊，比方说30个问题啊，一半的问题都是在问教孩子的问题。显然这是很多家庭啊，都在比较啊，伤脑筋的地方，都能解决的。所以诸位大德同修啊，你们过年期间法会开得怎么样啊？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调众生，宣妙理。他心情不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请问无量寿经在哪里啊？就在生活啊，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所以佛法就是生活啊。你看第四，德大。具足一佛尘，这个一佛尘就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德表现在哪？一切皆成佛的心呢，希望一切众生快速成佛啊。所以具足一佛尘的种种功德，这是德大。这个德大有那种好人做到底呀，你帮他不是帮他解决一餐饭的问题而已，也不是他帮他解决一生的问题，帮他解决生生世世轮回的问题，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就像我们今天学佛了，面对亲戚朋友，哎，面对我们的父母，我们不只是帮助他现在解决问题了，我们的心一定是怎么样善巧方便，让父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父母离尘垢啊，子道方成就啊。我们都已经知道有轮回的事实，我们不尽力帮助父母处理轮回，那这个孝就不够彻底，不够圆满了。那一切众生，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所以这个德大，帮助一切众生当生成就，这是一佛尘的。好，哦，那
白话解啊，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我们啊接下来这个回答几个问题。弟子的嫂嫂啊，魔障深重，狂赌，闹离婚，分财产。啊，弟子的哥哥已经无其他方法。啊，弟子的哥哥与佛尚未有缘。啊，及传统文化。他觉得哥哥的缘还不够。好几年前呢，曾经介绍这些传统文化的光碟给哥哥，未能影响。那弟子想现在因缘成熟了，要再试试，恳请指导弟子可以用哪种言语来影响哥哥，用什么方法来救援哥哥的家。用哪种言语，那我也不能讲一段话让你背，到时候你背的就背啊，到时候因缘情境又不一定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原理原则掌握，心境掌握，用对心呢，这一点很重要。这里有提到了，用什么言语来影响哥哥？首先呢，你的言语要让哥哥觉得你是为他好。他感受到的是你是为他好，他就容易接受。那《论语》当中有说啊，君子信而后见，他信任你之后啊，你才好劝他。讲话也要看时机到了没有。哥哥是不是很信任自己了？那信任从哪里来的？从你付出，家里人自然对你产生信任了。所以要多付出，多关心，这个信任就会提高。而在你劝的过程，你的言语也是他能接受的，你要弃他的己有，你的哥哥的性格你要了解，他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就要柔和直指，和言暗语去跟他谈。所以我们首先呢，护好自己的心，不能好为人师哦，不能强势哦。你自己的心啊，不能把哥哥嫂嫂的不好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了，你说：“哎呀，我劝这个哥哥劝好几次了，都劝不听，我再劝一次吧。”大家想一想，这样的心去劝效果好吗？心生种种法生哦。过去的不放在心上，很真诚啊，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用这样的心去对待自己的哥哥去劝，
再来，为什么说不能把你嫂嫂的不好放在心上？因为你把嫂嫂的不好放心上，你跟你哥哥一谈话，谈着谈着呢，两个人去批判你嫂嫂去了，是吧？对呀，大家都是成年人啊，成年人，你要让他的善根增长，让他惭愧心生出来啊。要用什么办法？可以要求来的吗？可以讲他，指责他的不对，然后得到他的惭愧忏悔吗？大家自己去感受感受。我们也经历不少事情了，也懂得总结总结走过来的路来，格言别录，这弘一大师挑出来的格言啊，有两句话讲得好：愧之小人，可使为君子；讥之君子，可使为小人。你让对方自己升起惭愧心了，小人都可以变君子。可是你去讥他，指责他，讥之啊，君子可以使为小人。大家看，有一些行为比较偏的，家里人都骂他，骂他，我最后变成什么？你们都觉得我是这样，那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君子变小人了。所以啊，我们都要坚信一点了：人之初，性本善。你要相信他可以好，相信他有佛性，而我是他的一个助缘，我做到让他感动。举个例子，这个在《德育故事》悌篇，悌是谈兄弟姐妹的相处有一个读书人，他的弟弟都半夜三更在那玩，结果呢？他的大哥看不下去了，看到弟弟就指责他的错，骂他。那他呢就劝他哥哥了，你这样骂他还没有用啊。这哥哥呢，不让我来试试吧。他也没有改进嘛。他怎么做呢？晚上都等着他弟弟。结果弟弟回来很晚了，看到他哥哥愣了，哎，哥哥怎么在门口等我？等到他弟弟了，弟弟啊，天气凉啊，你冷不冷啊？多穿一点啊，来来来，肚子饿不饿啊？我叫你嫂嫂给你煮碗面呢、啊。都是关心的。他不对不讲，他关心他。结果坐了一段时间，这个弟弟不敢晚回来了，都想着我不对，我这哥哥没骂我，还一直关心我，慢慢他的善根就出来了。人真的是本善的，了凡先生呢，在了凡四训里面有一段话，我感觉这个是我们跟亲戚朋友相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成年人呢，你很难用嘴巴去改变他，你首先一定是用你的身教
去感动他。舜王啊，他当初在雷泽这个地方，他是官员哦。可是他去了之后呢，这个地方都互相争夺、争吵。他这个恻然哀之，他看到百姓争夺啊，他不止没有生气啊，他怜悯百姓啊，堕落了。他怎么做呢？自己去让，带动他们以身作则。其实在家庭当中啊，我也接触到一些同学，他就很抱怨，哎呀，家里人都不理解我。一切事啊，没有离开两个字，因果。当我们觉得家人不理解我们，我们先理解家人，先种这个因。什么事情离不开因果？我们既然希望感得家人对我们的理解，这是果啊，种什么因啊？我们去理解家人。哎，我们学佛不代表我们能理解别人，甚至于我们学了佛都会用佛法去要求人，不见得能理解别人。能设身处地了，才能理解别人。所以舜在这个地方一年了，整个这种争夺的风气啊，都变成相让了。所以了凡先生说，以舜之明哲，他又有德行，明是智慧啊，岂不能以一言教众人哉啊？他为什么不用言教来教导 这一方的人？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啊，这是良工苦心啊，用心良苦。他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德恨，他能用嘴巴劝的，后世的人不一定有他这样的地位、能力种种。可是这个身，以身去感动别人，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了凡先生把舜王这个榜样啊，拉到我们末法时期来。了凡先生说，吾辈处末世啊，勿以己之长盖人，勿以己之善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其实这一段话真的是心地很柔软了，自己不要自己的长去掩盖别人，好像让别人有压力了。勿以己之善，哦，我做了很多善，去炫耀，让别人在我们身边好像很不如我们。勿以己之多能，才华很多，办起事来，哎呀，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让别人跟你一起做事好像很能力很差，好像很没面子这样，这都不好。要收敛才智，若无若虚，不要因为自己的这种所作啊或者能力啊去压迫到别人。你看心那么柔软，见人过失啊，含容而掩覆之，包容他，给他台阶下。我们现在有的夫妻呀，父子之间，另一半或者孩子犯了错了，你在众人面前数落他，他都不给他留面子了，厚道啊，展现在哪？
不让人难堪，给人台阶下。所以见人过失啊，含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你给他指责过分了，他都破罐子破摔了，你不讲他呢，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不敢纵。哎，我太太知道了，他不讲我呢，啊，我爸爸妈妈知道了，他们没有指责我，他反而不敢放纵。啊，见人有违常格局，小善可怒，幡然舍己而从之。哎，他有一点好，你就赞叹，就鼓励，肯定，甚至协助他做完成这个事。哎，人是有良心的，不好你都不讲，一点点好你就赞叹，还成就你，成全你，他良心就翻出来了，不好意思了。哦，就像先生不对，太太只字不提，有一点好就在亲戚朋友面前赞叹，这亲戚朋友把这个赞叹的话还回到先生的耳里面来，这先生想，哎呀，这个我这么多错，我太太都不假，这么一点好他就赞叹，我得对得起他对我的欣赏啊，肯定啊。夫妻的大忌啊，在孩子面前讲另一半的不好啊，这是大忌讳了，不止伤了你们彼此啊，更伤了孩子啊。天性是父子有亲啊，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啊，大孝终身睦父母啊。一个人的痛苦从那里开始，见父母过啦，一见父母过，能不见他人过吗？心里面慢慢慢慢变成装垃圾的地方啦，装垃圾的地方啦。不见父母过，一辈子感父母的恩，内化了，跟同学相处，跟朋友同事相处，都念人家的好，一个这样的人格多健康，多快乐啊！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恩泽啊，建立孩子健康的人格啊，他受用一生呢。所以了凡先生这一段重要啊。我们现在看着这个嫂嫂太过分了，有习气啊。实实在在讲，我们自己有没有习气啊？见人恶即内省啊。我们今天家庭不和啊，要把不和的原因找出来才能解决。不和啊，往往是什么？师长有提到了，不能体谅，不能谅解包容。哎，你一件事不能谅解包容啊，常常遇什么事又拿出这件事来旧事重提啊，翻旧账了，慢慢慢慢这个不和啊就会加重了。哦，比方可能这个嫂嫂赌博了，你不能包容他谅解他，你常常讲他，他的善根没有增长，他的习气能够下去吗？善恶啊，它是消长了，人的善根起来了，他恶就消下去了。你不增长他的善根，学如逆水行舟，不进退了。你家里人都是指责他，他不爱跟家里的人接近了，
那他会去接近谁啊？独有啊。我们的行为有没有把他往那里推呢？其实这个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啊，还是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冲突越来越大？我们都是记他的不好，我们讲他不对，你赌博啊，好多错误错错错，我们这个态度就会让他的念头起什么念头？起你的错误。我们又不是完人，所以人与人相处，夫妻也好，朋友也好，比方说冲突了，他有八分错，你有两分错，你念他的八分错，他会念什么？他念你两分错。你只有两分错，你一反省，他马上就生惭愧心了，他心里有数啊。可是你用情绪骂他，他也调动他的情绪啊，他这个脸，这个脸面放不下，他也就念着骂着你那两个不对，两分不对啊。所以老祖先送了我们一句话，各自责天清地宁啊，我不对啊，对方被你感动，哎，我也有不对啊。各相责呢，天翻地覆啊。家里各相责了，一个小事都可以闹几年都有啊，不可开交了。实在讲啊，这个嫂嫂再不好啊，有没有优点啊？有没有曾经为这个家付出过？你假如从此刻开始专讲他的好，专讲他的付出，就有可能把他的良心唤醒。当然哦，他在那里狂赌啊，你也要有智慧啊，你不能给他钱啦、啊。哦，所以四大菩萨的表法，大悲观世音菩萨，接着呢，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你爱护人也要悲智双运呢、啊，不然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个哥哥在对嫂嫂的相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智慧不够的地方？当然，你当弟弟啊，这一些形式啊，你要客观判断清楚，然后，你清楚了，你也劝导哥哥啊，把走过来的路搞清楚状况，不能再这个太心软了，还造成这个另一半这个赌啊更严重了。好，这些总结不对的地方不要再做了，然后用这个念恩的心，念他好的心，然后继续爱护他。他要生活啊，你在生活当中去关心，去付出。在精神所至，金石为开啊，他的这个良心呢、就能唤醒了。那人呢，这种习性会增长啊，往往都是有外缘在助长。所以孟母要三迁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需不需要环境好的增上缘？都需要啊，所以这个嫂嫂也需要增上缘，看怎么来转变她所处的这些环境。
甚至于能搬离。有时候这些境界根本抵不过啊，那你得要下一些决心去调整了。哎，孟母三迁也下不少决心了，那搬家也不轻松啊。好，那这要看实际的情况再说了啊。好啊，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阿弥陀佛。